现在下午3点钟啊，从二厂拉了一趟这个家具拉到家里边来啊，那边的房子也快不住了，所以说能用到的都拉回来了。咱这撞木你惹惹啊，溜溜池你不溜不关啊，右台打是吧，吃了再抛肚喽。这两天没啥事儿家没事儿啊，中到面个饱饱的，过面饱饱的啊，这个咱这个村里边组织了是吧，过面饱60岁以上的都吃啊，是吧，啊到时候我得过来帮忙饱饱的。那你来呗，我看修理有可不叫修理过来啊，还得照顾俩孩子学习了。那尽量能过来的都会来帮忙饱饱的啊，你尽量来呗中。你抓家那个好了草，看那也要不啊？这个草啊，这个没卖出去了啊？没有了。那上回好了卖了吧？哪回好了卖了一点？卖了一点。这还有这些，这都晒干了是吧？啊、2毛钱银啊！啊，哟，可都干上了啊！来了来了，兄弟，支援支援！啥情况、啊？你这是咋拆床了？咱搬块儿去了，这搬的不用弄那屋去了。你看，蜘蛛网、净土，你不搬出去扫一下我，硬坑我，谣言干啥了？呀，谣言干啥了？你搬到那边还没有蜘蛛网啊？这腿儿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就是长腿儿，这给我买这个床的时候，这个床本来就些高啊，应该是高4厘吧。高点不好，谁都不得劲啊。叫我拿的锯，手锯，我一点点拉了我自己。呀，王兄弟，我跟你说，1、2、3、4家不不，八个腿儿。你觉得你拉着多有本事啊？我拉恁长，累死我了，哎呀，累死你！这腿穿高点不好，谁都不想、啊。高嘞，咱拉这个床，长骨头了。啊。你不能压着我，你不抬出去中不？中，俺咋了？大嫂，大嫂。床嘛，弄了坑坑的，有恁沉啊。哎呀，会不沉啊？光说，我这人头抬了高。抬了高，啥高啊？让着你了。抬不动。哎呀，有那事啊，兄弟啊，刷恁干净啥用啊？也不搁这住啊？等俩孩子刷干净来的，你搬出来一趟不容易，你刷干净多好啊！呀，差不多都中了呗。现在都4点多钟了啊，还是挺热的，干一会儿活都出一身汗。这里边先脏了啊。这是晒了点这个落绳啊，啊，这个籽儿颗粒不大，一吃呢还是挺香的。辛苦了领导，辛苦了，喝水喝水了。干的还是些恶心了，你这干活都是拿第一名，打扫卫生第一名。哦，那你呢？你吃饭第一名吗？是啥话啊，慢点慢点。哥，你给弄，你给弄弄打打电话啊。慢点，别真瞎猜想吃啥，人家笑话啊。还是不恼哈。太甜了，有点中了。这别擦了，兄弟，擦掉了。咱家那油污精拿过来喷两下，我都管了。累上了吗？我一头水。熊脸。